边欣赏艺术作品，边行走在乡村小道上，不知不觉之间，远处的大海就映入眼帘。现在天地渊路就剩下最后一件作品，通过镶嵌乌黑的石头制作的这件作品是22号作品白波涛黑岩石，利用黑色石头把从法环江厅到浮木里的海岸路美景搬到了墙壁上。如果站在描绘森岛的作品前，实际上也可以看到远在右侧的森岛。是用传统水墨彩画描绘济州大海的，无论在何地都能看到的黑色岩石和白色波涛，还有西归浦大海拥抱着的森岛、文岛、繁岛等的独特作品。通过空白带来的休闲和草绿、蔚蓝等浅颜色演绎出西归浦海岸平和的风景。